好，很久没有在唱吧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今天我邀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吉他手阿东老师，我们今天来会排练一些歌曲。那今天唱的这首歌叫《Beautiful Love》，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改版，来，一起。这样情绪训练上来很爽。